今天做个头。雷霆这个模型是真的很不错，优秀的设计，喜欢精密机械感的小伙伴确实不容错过。但是最大的问题，我觉得是头部的鸟嘴，大面积的红色顶在头上有点不太好看。当然啊，这里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我高达审美造成的，所以我也是买了套改件替换一下。最近雷霆也是刚好出了新换色，我把两张图放在一起对比了一下，实际在武装上是多了一些。背包魔鬼鱼的设计挺不错，从棱角分明到流线型的转变，但是更主要的是这个配色有一点马克兔的味道，再配上一些金属绿，这个或许到时候会修改成透明件。这款目前还在征集中啊，在小盲上可以预约，还有很多活动，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。这次的头部修改我是很喜欢的，既脱离了高达，又没有之前那么丑，也或许是我看习惯了。它的盾牌如果可以和背包组成一个巡航模式，然后主体踩在背包上或者挂在背包上，应该会很好玩。不对称的配色实际最初应该是在00Q 上见过，这种感觉是很新鲜有趣的，细节会比之前还要丰富一些，但是不确定是用哪种方式来呈现，比如是金属漆、透明件还是贴纸，价格也还没出，什么样的价格你们能接受呢？我们来聊聊吧。